好，大家好，我是阿丁，那我们就是阿美萌点。那然后米色木米色因杜吉丁杜阿密斯啊扎费甘密及阿贝卡姑。然后我们一样照惯例就是讲，就是会用阿美语先跟大家开场一下。好，巴斯巴奈卡姑阿丁尼杜只在阿丁尼达古利。好，今天我们配合今天的主题，然后每次教大家讲一个。阿妹，我们就讲兔子，它叫做达古利，那要不大家念试一下？达古利 ，OK， 好。好，阿诺爱古格弗林啊，尼亚海努阿米斯伊，巴西南奈卡密。然后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跟上次一样，就是我们要整理一下我们阿妹萌点的一些发展过程的记录。它其实我们的。在整个阿美萌点上面，其实我们经过蛮长的时间，然后其实上面的资料蛮多的。然后其实不管是唐凤或者是妙思姬，还有小谢，他们在上面其实有做一些很多一些就是一些转换。所以我们在一些转换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遗失的，不然就是在某些在转换过程中出现了 bug， 或者是老师本身字典上就已经存在的 bug 上面。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目前就是应该想要把它整理清楚一点，这样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把整个我们的阿美萌点架构或整个系统会写得比较好，会在使用上面比较更让使用者能够更方便去使用。然后我们本来应该说要定期更新在 GitHub 上面了，那因为我最近太忙，所以上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就想要就是处理，就是我们在我们阿美萌点的中文搜寻上面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已经有排列说，就是它应该会去捞我们最笔画最少的中文字，像我们 lima 就是五，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捞出来，然后这样的过程就是它没办法去把它排序的排得比较高，然后或者是按照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文字的顺序。所以目前的话，就是它，因为我们在中文的话，下面它会出现一个模糊搜寻，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它就没有去跑那一段的那个程式嘛，然后就直接变成现在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如果有办法，就是如果有真才的话，看大家可不可以看出来帮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有办法在我们中文的优化、中文的搜寻上面的前端的优化，看可不可以把它做的能够修复起来这样子。以上报告啊，阿赖，谢谢。谢谢。好，我们要进入。